大峡谷，亚利桑那州，美国。风景如画。然后看看这边雪景。雪，现在是开始下雪了，飘雪花了。今天早上就开始下，有点下，一会儿下一会儿晴的。然后看全景，太阳出来了，现在光线好了。You want this way? There's nothing over here. Can you get out of the water? 这地方是比较多，比较多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再从这边开始，这边看，开始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走，大峡谷，看看谷，主要是这个谷呀。这峡谷，谷深，比比千仞呢。看看这峡谷，现在太阳下来，漂亮，多漂亮！看，嗯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风景了。太阳，如果早上太阳的话，不可能。于是，现在的太阳可以。
It's gorgeous. 峡谷。我们终于可以从这个景点往下面走了。这个步道往前走，一步一步往前走。第一个那个里面人多呀，大家都在那儿看动手啊，这次这漂亮，这个景看得多好看。这是有很好的景色，很美的雪。雪景，然后这能看到这峡谷，一直往里走。一步幻景，还好，很好看。雪景是可能夏天来可能看不到吧。这个已经关了，这下面有雪呀。这个观景台已经关闭了。这个看峡谷看挺好。看这个峡谷直接过去，峡谷。我们可以拉一个。神秘的峡谷，云雾缭绕，雪山。神秘之地。拉近的话有景，不拉近的没景啊。
area closed， 关闭了。